近日，一组范冰冰在雁荡山拍摄某电视剧的路透照曝光。只见照片中的范冰冰仅着半透明上衣和短裤，黑色内衣若隐若现，手里还拿着小风扇。虽然范冰冰一直有胖冰绰号，但从路透图上仍能清楚看到范冰冰本人并不胖，双腿也很细，站在人群中格外高挑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冰冰真的很美，美美的。”